但是这一次呢，刘内阁这以巴巴水灾负责来总辞。根据中国时报最新的民调显示，66%受访者给予此举正面的评价，48%的民众支持吴敦义继任阁揆，而65%是乐见朱立伦来出任副阁揆。而马总统施政满意度是40%，刘兆玄31%，两人都上扬了10个百分点。大概有53%的民众对马政府未来施政有信心，这比例也是回升了13%。